拍了很长的队伍，拍了几十米。这里是东莞的一个镇啊，这里住了好多这个就是群姐啊，主要居住区啊，就在这，没办法，外面蚊子多。这个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，好像对我烟头子把它烧了。吃了三十多年的白米饭，从来没有见到过秃头在烟的，你们见到过吗？他妈的打工打工，看一下这个打到他妈的一堆裤子。